疫控疫情当救海之下，将要伫即个礼拜六甲礼拜登场。第一礼拜主打亲子主题，每天下晡两点开始，就安排一系列亲子活动。李文官叫串联嘉义县暑期亲子大玩家的集中活动，加码推出限定亲子暗会集中点，以及限时的摸彩梗兑换处，欢迎全台的父母带着小朋友来海之下看表演，集中抽大奖。嘉义县文管局表示，今年暑假嘉义县针对亲子旅游举办集中抽50寸电视集客活动，除了计划五处观光工厂会当对外摸彩梗以外，这次结合东石海之下活动，推出限时的摸彩梗兑换点以及亲子暗会集中点。7月20、21、27号、28号，每天下晡2点开始，到活动结束进行，首次加入漫游嘉义的 LINE@游客都会当到漫游嘉义的 LINE@单位兑换一张摸彩卷，出外现场也会当搜出一张卡。7月20、21欣赏亲子暗会表演结束了后，会当到漫游嘉义的单位集一届奖。7月到8月暑假期间，再搭配其他指定亲子体验点游玩集奖，一满3点就会当搁再兑换摸彩卷。亲子体验资讯会当到嘉义县亲子旅游官网查询。预计9月3号公布得奖者，将抽出3位50寸电视的幸运得主。详细活动办法公布伫万有嘉义的脸书以及嘉义县文化观光局的官网。新闻部将来是嘉义县采控报道。努力与坚持，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。破茧的曙光已出现，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。再创嘉义的梦想。